市场上产品供应商多不胜数，买家要在当中找到合适的，往往要经历漫长的寻找过程。现在这个市场真的瞬息万变，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供应商去洽谈。If you see the number of these exhibitors, you will understand it's very difficult without help. Because you will need more and more time, and very difficult to know exactly the right company to visit.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就是它的质量不是很好，是那个充电器 power bank， 我们把产品发到美国，最后导致它的那个手机最后都坏了。其实不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些问题的，透过贸发网展览买家采购会，买家就可以轻松地找到理想的产品供应商。采购会的配对专员首先根据贸发网的供应商资料，筛选出符合买家采购要求的公司，然后在展览期间为双方代表安排面对面的洽谈。由网上配对到面谈交流，这项服务为买家提供方便而有效率的采购方案。They proposed us many, many companies, and we selected. We go directly to the right supplier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service. It will take more time. 那让我们跟我们一些合适的供应商有一个很深入的交流，那我们这样可以很快速的决定是否要向这个供应商进行采购。所以我觉得 TDC 已经是做到这个行业内很好的水平。这个活动会帮到我们很快地找到一些比较有 potential 的 supplier 去再给我们，即会悭到很多时间我们再谈。贸发网展览买家采购会不但受买家欢迎，亦为供应商带来新商机。因为他们都是找一些很高质素的product， 他们也是一个 Fortune Top 的250的公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藉着今次的会面，我们大家认识了之后，商户去了解了他们的需求，而我们可以提供他们的 product 和 service。 我们的产品从网上的图片是一个平面的，可能看不出来它有多么的新颖，但是当买家他拿在手上看到了以后，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他和别的产品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种从 online 到 offline 的这样子一个过程，能够很大的增加我们跟买家之间的交流度，也可以让成功的几率高一点。贸发网展览买家采购会协助买家物色合适的供应商，亦为供应商开拓环球市场，是香港贸发局专业的配对服务。请浏览这个网址，以了解更多贸发网展览买家采购会的资讯啦。